接上集，我在游戏里不小心把哥哥溜了三次后，哥哥也是给我放了狠话。凡凡，我跟你没完。对不起，哥，真的是你啊！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都打我三次了，好玩吗？别生气了，哥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哥，你去哪啊？你别跟着我了。不，我就要跟着你，你去哪我去哪。好，你喜欢跟着是吧？哎，哥，你别自雷啊！让你跟着我。哥，你好，你个苏伟，不就是溜了你三次吗？太过分了！气死我了，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自己玩。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就嗝屁了。这个位置貌似还不错，就在这里苟一会吧。本来我磕着瓜子狗分狗得好好的，穿着白裙子趴在地上那个，我看到你了哟。谁？是谁在说话？我在你后面哦。你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能从墙里出来？出来啊！有本事出来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我可不想掉大分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就这里了吧。你是跑不掉的，小妹妹。藏好了吗，小妹妹？我来找你了哟。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我发现你了，小妹妹。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？要是我哥在就好了。一点都不好玩，还是赶紧溜溜球吧。凡凡，别走，收。刚才是我哥在说话吗？难不成我们撞到同一局了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瞧一瞧。可就在这时，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这都能撞到？等等，这个名字……凡凡，是我。